好，各位，来来来，有没有很熟悉的场景？是不是？我跟你讲啊，自从四湖参天空发那个这酒的海报出来，我就有点预感，我觉得我们家这一波会输，所以我挑了一天，我有空，我赶快回来问他，三个心杯很稳，连续三个，好不好？我就知道他要去，好不好？啊，今天我也特地把我们的椅子跟新衣服带来，大件跟小件我都带来，我就问他，哎，你这次出门是要穿小件的新衣，还是你要这挑衣风风光光的出去挑衣，好吧？啊，我们今天也请阿伦来，我请专家来帮忙绑，好，不然因为我其实我还不太会绑那个神尊，我觉得我们就等阿伦来帮我们绑这个神尊。啊，我们等一下帝君很急哦，我刚十一点多才挂杯，他说十二点过后就可以出发了。现学现卖，新民俗还是要找专业的啦。现学现卖，哎，麻烦你啊。好，来讲新尊呵呵啊，甲请过。哦，好。啊，你今晚要请啥？新车路。新车路。新车路要啥？新金姐。哦，爱新金姐。好，好，新金姐。好。啊，今晚卡哥吗？卡哥吗？卡哥请来。卡哥，请来者。好好好。这个仪式感，仪式感。因为公车带军吼下来整装，你买个智慧出门吗？不，其他用掉。虽然我们很想要让他带这个很漂亮的金牌出去，不过人家干酒的规定，武器跟金牌贵重物品都不能带去。因为他们没有保管责任，所以我们还是都要拆下来。收钱。好，再来，不能拍，因为要整理神尊，先这样。不然你换衣服要给人家拍吗？对，一样嘛，对不对？对。好。欸，好啦，其实我们就宽衣解带的部分没有拍而已。啊，他其实本身里面就长这样。欸，我也是好几年才能看一次他的那个全身长这样子。哎，阿伦，怎么样？我们这金纸，爱就是伊位，可能为要怎？哎，阮这边的传统就是新兵若是出门，啊，金纸爱放伫位，啊，表示伊的位不爱红色。哦，算占的啦。对，免得一些妖魔鬼怪啊什么的就会来。哦，这种占位置啊。对，占位置的意思。哦，好，这我懂啦。就像我们以前去麦当劳 K 书的时候，我们都要用书本放在桌子上，表示我们占位置，我一样的概念。来，让大家看一下这个古早味的功法。恭请帝君来做我们新的椅子。黑檀路，如意手。准备就绪，我们可以穿衣服了。穿衣服。哇，哦！说真的，我真的是第一次看他做蝶衣，然后穿大件的衣服，那跟之前比起来，完全那种霸气感是不一样的。原来做齿六可以这么帅啊！真的帅，美炸了！就只差我们的童帽还没做好，我发现真的是。风暴已经定住了，棒棒的。仪式感。仪式感。怎样？好棒。天性的少年家就是安尼。Go！行啊，上马！呀，哎，不能先开冷气吗？可以，等我一下，够热的。不行，出发！
要前往四湖参天宫要来干酒。哦，啊，想要到新竹要干酒，在前一阵子我有去问一位老师，他说因为咱这酒是一个很盛大、很重大的一个大型法会，哦，啊，必须要有这个很强大的神力来护持。哦，所以会广约这些神尊们，哦，各高规定啊，包括咱楚威神啊，去那边来共襄盛举，哦，让这个法会能更圆满。那讲贼狼贼好气嘛，人多好办事，大概就是这个意思。啊，我们神尊去呢，也像是一个神明的研讨会，哦，去到那边他也会增加他的神力法力，哦，会增加他的道行。哦，所以讲咱一般啊拄到这酒啊，大金庙这酒啊，是讲老天在酒这种。很超级盛大的教，大家都是烧香要去做酒的，而要去干酒的，哦，所以我们今天这个也是很荣幸，也可以约到我们帝君去那边来共襄盛举。我们这个四偶参天宫的这个盛事，哦，非常荣幸。好，啊，我们现在就，这个咩啦讲，不要紧，这段我会加掉。好啦，我们现在就去出发去四偶参天宫 ，Go， 来。这个没问题了，我们这个有体质的才会知道。他说刚刚要请下来的那一刹那他有下来，然后现在他就没下来，他预计应该是刚等一下我们去到庙那边他才会再下来，所以目前帝君本人应该是不在现场。我们放轻松，放轻松。但其实我本身也有体质，非常严重，过敏体质，过敏体质，好吧。然后你的麻锅啊，我们都感受不到任何的神明的感觉，欸，只能感受到过敏，只能感受到过敏的感觉，去就会到了。好，挂了，拜了啊！哇，讲古回来了。上一次来是带棍牛吉啊，又过了好几个月了。喂，到了到了，好，下车。蛤蟆，哇，哦，等一下你帽子要不要戴？不用不用不用。好，来，睡。好啦，你先吧，我们先去报道。好，啊，取资料。啊，我们队官就进去里面，然后等那个。我们在队官进去里面等他们做这些。我们帝君已经在里面了，哇，帅，嗯，我们家的最帅，我们帝君已经请进去了，可是我十月十号之后才可以再来请回去的，这段时间我们会怀念他的。我们这边补充一点哦，我们来干酒行尊，他们说是九月十五号到九月三十号这段日子可以请来，他请来这边，他们都会有人员在这边做安排，然后就办理一些手续，他缴那个结缘金，他神明就请进去。啊，等到十月十号之后，我们就可以把我们的家神再请回去。整个流程大概是这样子，好不好？哦，来来来，有少缴了，有少缴了。神来这边共襄盛举，好不好？今天到这边了哈，加班加班，拜拜。